没有流量的环节，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也想得挺明白的，就是你每天等一下我在说话你不要放出来，就是有时候我也在想一件事情，其实一直在在意这个流量，在意这个流量，其实你就算你看我们以前就当到了100万人，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呢？现在不还是几万人在直播间陪我吗？如果我们要做流量其实也很简单，是不是做流量那你多搞几个嘉宾来，人气不就上去了吗？是吧？而且跟大家打个广告，可能这一周会有一个男嘉宾会带大家团队，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我们的大舞台啊，跟大家这个做广告。本周啊，本周可能是两个，可能是一个，好不好？跟大家打个广告。所以我觉得咱们做流量就好好做流量，在跟铁粉暖心的时候，咱们就不在乎人气，好吗？这样子可以吗？我觉得每个人都享受到，如果这个时候我大概待不住他可能去别的直播间，但是也有人会特别特别喜欢这样这个氛围，现在这个环节，那我们做流量的时候就整几个嘉宾好好把流量做上去就行了啊，好不好？来，隐形的翅膀准备好，你们猜是谁啊？你们猜，男的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我的舞台这周啊，来，然后你把歌词关一下，帮你挡住我的字了，你知道吧？你每次放的时候，你们都不看这个上面吗？你完全挡住了。隐形的翅膀的歌词描绘了自己对一个，是你自己还是谁？我希望你们下次点歌的时候，把自己的故事融进来，不要那个啥啊，花，把自己的故事，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更加有感触啊，好不好？来，给了。描绘了自己对一个已经离去的亲人表示了深深的思念啊，我的外婆已经离我而去了，我非常的想念她，经常做梦梦到她，从小外婆就对我非常非常好，我特别喜欢外婆，可是我永远也见不到她，所以我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嗯，你怎么感觉这个再说我的这个故事，外婆对我很好。为什么你要点隐形的翅膀？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点一首。隐形你还在这里，痛不曾离去，或者是听哦哦对了哦，没事，你想听隐形的翅膀，我们就来隐形的翅膀吧，好不好？你们都在打这么多名字，我看看你们答对了没有，答对了没有？好了，来卖个关子先，隐形的翅膀送给大家。算了，你还是不要降了，求你了。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不去笑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有时你我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可以送给我的外婆，
外婆。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最初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有希你我不害怕，哪里有流风就飞多远吧，隐形的翅膀让梦很久比远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什么？有人说我长得不好听，我长得不好听，还是我唱的不好看？来，还有最后一个，我看看。来，没事，来。电视上热播某剧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恋爱脑的我，跟他离家出走了，年纪小也没钱，饭也不会煮，菜也不认识，两个人望着煮不熟的大米，我嚎啕大哭。为了我好，他劝我回去读书，期间虽然父母和亲戚极力阻止，但大学毕业后我还是回到了小县城，嫁给了那个农村的他。转眼27年，你们看不到我看不到字吗？我们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母了，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了父母当初的做法是为了什么，怕我会吃苦，怕我不幸福，但没有听父母话的我却成了少有的例外，很幸福。那个热剧里面有首歌叫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想点给每一位2113的家人们，我希望把幸福传递给你们每一位，祝福每一位爱糖宝的朋友永远幸福快乐。这是慧姐吗？慧姐是你点的吗？就是慧姐啊。是的是的，老板是慧姐啊。慧姐还在我们榜上了吗？你是风我是沙，我看看你有没有那个白纱给我穿着，然后我就这样子飘啊飘，然后我就是那个香妃公主。来一首你是风我是沙，来，这首歌好听，来准备好。哎呀，就是这个，哎呀，这个好，哎呀，我要扇子了，扇子干嘛？香妃又不拿扇子。不告诉你是谁哦，这周末会来一个，最少来一个，可能还会来两个。嗯，这没看到没歌词吗？你让我怎么唱？没有歌词怎么唱哦？没有歌词怎么唱？这个词不对。慧姐啊，可以了，就这个吧。来，歌词对了，重放。灯光老师，你是，哎呦我的天哪，你们在搞啥呢呀？声音也不打开，重来。
你是风啊，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你是风啊，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珍重再见，锦绣忧愁，锦绣醉。对酒当歌，唱一蝴蝶款款飞。莫再留恋鬓微风花都是假，缠缠绵绵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风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这个翻车了，慧姐，我不知道那后面这么高啊，怎么？感谢慧姐的私人飞机。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首歌要唱，来，咱们欣怡姐点的一首歌《光明》，她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励志，她想送给所有在咱们在得到今年都能得到自己以往没有得到的那个结果，今年能达到结果，好不好？来，光明来送给我每一位在路上拼搏的家人们。谭燕老师的，准备好，起飞呢？哎，等一下，等一下，停，暂停。准备好，来，光明最后一首歌送给我们所有家人们。好，我不喜欢这个帽子，我不想要这个帽子。感谢星辉，已经查封了你手的屋檐，当这枝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上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深秋的露霾，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声音。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
就在远方。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当此枝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也许前途的迷茫会扯碎我的手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可我前行光明就在远方。谢谢大家，一首《光明》送给大家，谢谢欣姐啊！今天感觉怪怪的，怪好看的是不是？你直接夸我就行了，不要说怪怪的，真的是啊！来，今天不知道家人们听得开不开心啊？今天听得开不开心呢？然后明天不唱了，下播，明天不开播了，一下子把嗓子唱哑了，这个破声卡把我嗓子一天唱哑了，我的天哪！啊，来。来，我们看看昨天生日的宝宝，一生有你四群的方姐，方姐啊，方姐在啊，啊，21群的百合，10群的姚乖乖，15群的鱼吗？今天生日的4群的屯月，7群的麦浪，22群的一念之间，来，祝我们昨天今天生日的宝宝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然后也感谢我们今天晚上一直陪我到现在的我们的所有的宝宝们，谢谢我欣姐，还有我们的，这是啥玩意啊？这为什么这个热爱生命？